你不要怕好不好？跟着我走，你怕什么？反正我们就是唱，它跟那一条刚刚那一条一样，前面出去右手边就咖啡厅了啦。阿妈，你不要怕好不好？跟着我走，你来看。对呀、啊，没有东西，纯粹逛街，你不要怕。啊、你是咱现在就要去咖啡厅了啦。现在才走16分而已，你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要怕，你是跟我走，又不是一个人。哦，你看他这也很古老哎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要怕嘛，你是跟着我啊！你看这样欣赏一下人家的东西，哇，这样好看哦。他们就在隔壁街，有没有看到？他们就在隔壁街，对呀、啊，就跟你说，他这个都是这样一条的。我们现在走的都是大马路。好，再走回去原来的路。楼梯就在前面了啦！哦，阿妈，你不要这样这么紧张哦。来，再从这边再过来。你可不可以放轻松啊？就刚刚楼梯间，你就这样当做欣赏，那你是跟着我走，又不是跟着你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好，晚上好。想拍些电话？你刚刚不是站在那边？咖啡厅不是在那边？这边在。